这是往返于沈阳、北京两地之间的动车，全程大约只需要5个小时。56年前，同样是往返这两地的列车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1959年夏季的一个凌晨，一家海外电台突然发布了一条震惊全世界的消息：由沈阳开往北京的12次列车上，600多名乘客全部遇难。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10年，社会安定，怎么会发生如此惨痛的事件呢？这条从海外发出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而与此同时，负责指挥调度12次列车的锦州铁路局内空气异常紧张，工作人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呼叫这趟列车。在这里，事件还原了最真实的版本。1959年7月22日，12次列车突然失踪，车上600多名旅客及乘务人员生死不明。说起12次列车，这在当年可算是大名鼎鼎，它的前身是43次列车。建国初期啊，火车编号越小，意味着它越重。当时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的是21次列车，紧随其后的就是往返于北京和沈阳的43次列车，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12次列车。这辆列车的乘务组又叫38青年包乘组，因为47名乘务员除了一名乘警和一名行李员，其余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子，这在当时整个东北铁路系统乃至全国铁路系统都是独一份。1959年夏天，12次列车却在从沈阳出发几个小时后突然消失了，车上600多人也下落不明。好端端的火车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列车和它上面的乘客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让我们聆听当年的列车长张敏元等人的讲述，探寻12次列车失踪的绝密往事。按照12次列车运行计划，7月21日晚上10点半左右从沈阳发车，沿途经过锦州、兴城、山海关等车站，于第二天上午10点半左右到达北京，全程运行大约12小时。可是，当列车经过兴城站后，就与铁路指挥调度部门失去了联系，而兴城前方的山海关车站也没有准时等到列车进站。所有铁路工作人员心中顿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2次列车究竟去哪儿了？12次列车的失踪不仅关系到600多名旅客的安危，还有一点最令人担心，那就是车上40多名乘务员基本都是女孩子，年龄最大的只有24岁，而最小的才16岁，一旦遇到什么情况，这群女孩子该如何面对呢？您说话，愿意娱乐有扑克，喜欢看书有连环画，热了给您送扇子，渴了给您送杯茶，愉快健康的到北京，干起工作来劲头大，保证对旅客服务好。最匪夷所思的是，12次列车失踪前，铁路调度部门曾下了一道非常特别的命令，12次列车时速立即降到每小时5公里。通知12次缓行，时速5公里。是，通知12次缓行，时速5公里。时速5公里，什么概念？我刚才从后面走到前面，大概也就是时速5公里左右。火车行驶这样的速度，你能想象？当年铁路调度究竟为什么要让火车突然减速？12次列车的失踪会不会与这突然的减速有关呢？在欧洲东部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有关幽灵火车的传说，据说啊，经常会有一列古老的火车不知从哪儿就突然冒出来了，最后又消失在一团白雾中。
同时消失的还有不小心上车的乘客。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传说，不过现在想想，当年的十二次列车失踪也实在太过蹊跷了。那么火车在出发的时候是否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征兆呢？1959年7月21日晚上10点35分，十二次列车搭载着600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从沈阳火车站出发了。哟，这雨下的也忒邪乎了，这家伙劈雷闪电的。我出门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丫头，今儿你可得小心着点。”这还用多说吗？我倒是无所谓了，可这列车上有600多个乘客，还有那几个小丫头片子等着我照顾呢。哎呦，你说这雨下的，这没完没了。车上的旅客呀，都在说这大雨的问题。这不，有个老大娘一直跟相邻的旅客这唠叨，说这雨啊，都下了3天3夜了。这我出门在外，可我家里的鸡可咋办呢？这一上车呀，这几个小丫头片子叽叽喳喳的，好像有说不完的高兴事儿。哎呦，没心没肺的一个一个，所以啊，我就赶紧告诉他们，都别闹了，快点去到各自的车厢，赶紧检查一下。由于是后半夜，乘客们都睡熟了，乘警李日奎查看一番后，也打了个盹。突然，他被惊醒了。哎呦，我这正打盹呢，这突然间列车猛地晃了一下，我这咋回事？这是？这火车可不像公交车，路不好会忽颠忽颠的，这肯定是出了问题了。乘警李日奎和列车长张敏元一番合计，猜测很可能是铁道路基被雨水浸泡变得松软，于是立即找到司机要求减速。那个天呀，就像是被捅漏了似的，雨下得太大了，连路基都给泡软了。当时已经减速，可还是不怎么稳的。火车还在夜色中奔驰，雨还在不停地下，三人都比较担心。就在这时，他们同时大惊失色。我一看，哟，前面有一个大火球在那儿跳，这啥玩意儿？这么大雨它都浇不灭呀？好像是有个人，他站在铁道中间，烧了什么？他要拦火车，他不要命了吧他？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他们看清了，对面确实是一个人站在铁道中间，在雨中挥舞着点燃的衣服。这个危险的举动立即让十二次列车的司机想起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坏了，我突然想起来，前面好像有座桥，肯定是桥出问题了，我赶紧刹车。下了太大，什么都看不清，等刚看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火车已经冲上桥头了。都我往前面一看，哎呀妈呀，那河水黑咕隆咚的，哎呀隆隆响，就快漫到桥上来了。哎呦，同志们，气候条件不好，地面没有信号联络，执行任务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为了旅客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党要求你们一定找到十二次，一定把支援的物资送到，保证完成任务，保证送到。书记，齐了。同志们，十二次的遭遇就是我们公社的遭遇，车上旅客的困难也就是我们公社老乡们的困难。你们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洪水中去寻找十二次，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是一定要找到他们，把粮食送到。一定要到，一定送到。十二次列车失踪后，
上级部门派出救援队以及飞机进行搜索，可是飞机来回几次都因云层太厚没有发现任何目标，而救援队也没有找到列车。不过他们在铁路桥下游却找到了十二次列车的方向盘。铁路调度中心做出了分析，失踪的十二次列车很可能面临三种命运。第一，列车已经被洪水卷到下游低洼地带。第二，列车已经随着垮塌的大桥沉入了水底。第三，也是所有人最希望的结果，列车已经脱离危险，驶向了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可是不久，有人在洪水中找到了这个十二次列车的方向牌。我们都知道啊，列车的方向牌一般是悬挂在车厢两侧的中心部位，是用螺丝加固过的，这样能够确保它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不会掉落。不仅如此，每次发车前，列车员都会对包括方向牌在内的整个列车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所以方向牌如果没有受到严重的外力，是轻易不会脱落的。如今发现了脱落的列车方向牌，这说明了什么？有可能列车凶多吉少。那失踪的十二次列车究竟去哪儿了呢？说时迟那时快，十二次列车司机赶紧拉起制动闸，车轮与车轨摩擦，冒出巨大的火花。哎呦，谢天谢地，这车呀终于停下来了，已经有好几十车厢啊都上了桥了。这拦路的是个养护工人，他把自己衣服给点着了。这到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是雨太大，司机根本看不清这灯光标志，这养护工人急中生智，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将上门给点着了。哎呦，可他为啥要拦火车呢？这紧急刹车动静太大了，乘客们一下都被惊醒了，就都问这咋停车了。我一下也懵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了。都，太危险了，幸亏他们点的那把火，要不肯定出事儿。原来铁路桥的另一端铁轨路基下面已经流成小溪了，这火车要是开过去，绝对车毁人亡，太惊险了。乘客们这都打开窗往外看，家就开始害怕了，这小孩啊就都连哭带闹的了。这我就赶紧到车厢里边去安抚大家。桥下的水也特别汹涌，我记得呀，这桥墩子以前最起码水深有七八米，往下瞅都瞅不着水面。可是现在把车窗打开，手伸出去，恨不得直接就够着水面了。哎，这火车啊，停在桥上，我总感觉不好。这怎么这个事儿？得赶紧离开这儿。咋离开？往前开，前面的路都被冲毁了，根本过不去。往后退，那不可能。没有上级的调度命令，谁敢随便倒火车？没有调度命令，任何人不能擅自更改行车计划。现在410公里，直呼桥上停车。桥西边100公尺左右，发现路基穿孔，杨路工区正在抢修。啊？啊？我们是后退，还是就地停车？十二次列车赶紧联系上级，但由于降雨毁掉了通讯线路，电话一时无法接通。可洪水不等人，乘警李六和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这眨眼功夫水就涨上来了，我一看不行，赶紧倒车，这水要涨上来，全车人的命就都没了。你且听调度，这是铁的纪律，你不懂吗？你以为这是你家的毛驴车呀？说倒就倒，后边有火车撞上来怎么办？乘客全乱了，会出大事儿的。这全车可有600多条人命，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要采取措施了。赶紧倒车，出了问题我负责。好。
好家伙，这小子他跟我掏枪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凌晨，火车孤悬在铁路桥上，桥下的水不断上涨，冲击着桥面，咆哮的洪水一阵阵向桥面冲来，眼看桥和车就要被大水吞没，十二次列车和600多条人命危在旦夕。抓紧抢修，争取列车通过，需要多少时间呢？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电话突然接通了，锦州铁路局的调令也下来了，批准倒车。十二次列车后车尾变前车头，退出铁路桥。令所有人后怕的是，仅仅16分钟后，铁路桥轰然倒塌，消失在洪水中。当时这铁轨呀，都快拧成麻花了，洪水涨得也老快了，司机这车也倒得老快了。唉，多危险！火车刚离开桥10几分钟，桥就塌了。幸亏小李呀，这小子居然跟我掏枪。哎呀，跟我一样，也是头倔驴。我们的司机啊，是个好同志，他开了一辈子的车，从来没犯过错误。可这次呢，擅自倒车是要冒很大风险。可幸亏上边及时下了调令。十二次列车撤退到了一个名叫前卫车站的小火车站。就在所有乘客和工作人员刚要松一口气时，突然远处传来了3声枪响。哎呀妈呀，这外面怎么还放枪呢？这是咋了？我呀，以前当过兵，后来转业当了老师，这枪声立刻让我警觉了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前卫车站的站长跑过来跟我们说，前两天民兵说，你们要听枪声，枪一响就是表示上游的水库大堤决口了，你们列车不能停，继续退。刘工长，我们营长叫我通知你，石河上游洪峰下来了，咱们这也有爆发山洪的可能，叫你们随时准备好，听到枪声你们就撤到山上去。知道了，走。眼看着2-3层楼房高的洪水冲着列车就过来了，大树连根拔，电线杆子应声倒下，只有24岁的列车长张敏元也被吓住了。那洪水的声音啊，就像那公园里的老虎，哎呦，饿疯了似的，嗷嗷嗷就那么叫啊，那声音老大了。倒车，快倒车呀！列车长张敏元通知司机快速倒车，这是一次没有调度命令的倒车，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在这时，列车里的乘客突然发出一阵惊呼。赶紧停车，赶紧能把车停下呀。突然有个乘客非叫我们停车，可是外面的洪水还追着火车赶呢，他怎么叫我们停车呀？真是的。车外面有人，那水里也有人。洪水肆虐，所到之处村庄纷纷被淹，逃命的灾民发现了洪水中的12次列车，由于见到救星，纷纷向列车跑来。而此时，列车长张敏元也命令所有人打开车门和车窗，准备救人。所有人都在喊：“老乡，都快往这边跑！”我就让广播员赶紧通知乘务员，把车窗和车门都打开，准备救人了。也就是在乘务员和旅客从车窗往火车上拉人的时候，惊慌失措的灾民蹬掉了12次列车的方向牌，这才导致了搜救人员虚惊一场。大家忙着救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自己的处境已越来越危险。这帮小丫头啊，都比我还年轻，有的小的才10几岁，都挺害怕的，这一边往车上拽人，一边吓得这腿肚子都直突突。哎呦我的妈呀，有的村民呢还顾着大包，我说这大包你就甭要了，你还要他干嘛呀？赶紧要命吧。在这个时候，乘车的人都帮着乘务员准备救人，
我们停车啊，把我们自己拉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可是谁知道这个湖水它涨到什么时候了？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一把呀就瞪住个老大爷，哎呦，这洪水冲的老大爷浑身上下连根布条都没有了。这小丫头们都没结婚呢，也顾不上那些，就赶紧扯个条子单子把大爷裹上，赶紧都送到卧铺的车厢里去了。洪水撵着列车走，十二次列车继续往后退，到了安全点的地方又停下来救人。就这样走走停停，先后三次，总共救上来350多名灾民，他们是幸运的。但也有很多人不幸遇难了。你都不知道啊，当时那水有多大，那就跟拿盆哗啦往下倒了一下似的，5-6口人说没就没了，轰隆一声房也塌了。那我们呢，就坐在车上看，一点办法也没有，无能为力啊。十二次列车最终停在了一个山坡上，暂时脱离了被洪水吞没的危险，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哎呀，这些被救上来的灾民啊，在那儿又是哭又是闹的，那就跟发了疯一样寻找自己的家人。是，这我们也理解。哎，但那车上还有1000多号人呢，如果大家都这么不冷静，那后果不堪设想。我通知大家选取旅客代表，以前呢是每节车厢2个，这次呢是每节车厢4个，大家都非常踊跃。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工人，我是公社社员，我是学生。当时像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应该站出来，我就在车里喊，哎，你们谁当过兵啊，呼啦一下子20多个人就站起来。有，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战斗队。在热心乘客的协助下，24岁的列车长张敏元渐渐稳住了大家的情绪，但是12次列车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被洪水包围的列车该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赶紧下车打电话找调度要命令，可是当时那水呀都没到膝盖了，有的地儿呢都快没腰了。我就抱着这活动电话在水里边找电线杆子，那电线杆子上有插头，在紧急的时候吧接上那个插头就可以跟调度说话。找了好几个电线杆子，哎呦，我这嗓都喊破了，没有一个能接通的。那我拿什么给你吃啊？从水里把你救出来，就捡了一条命，还喊饿。除了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更为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圣经里有一个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有一艘大船，叫挪亚方舟，在洪水淹没整个地球的时候，拯救了人类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此时此刻，洪水中的12次列车就像是一只挪亚方舟，它不仅担负着拯救列车上600多名乘客的使命，也是洪水中灾民们生还的希望。挪亚方舟上有吃有喝，但是12次列车呢？由于是夜间行驶，列车上并没有准备正餐，一箱子面包早就分完了。算一下，600多名乘客，300多名灾民，这就将近1000张嘴。列车长张敏元究竟该怎么办？列车长张敏元让列车员们翻遍了整列车厢，只找到了12个面包和10根香肠，这点东西怎么够分？这帮丫头就来跟我说，哎呦，小孩病人都饿了，这可怎么办呀，我也犯难了。就翻箱倒柜的找了，这车厢里呢也就找出了个有12个面包10个红肠，这么多的旅客怎么分呢？哎呦，当时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旅客们呀纷纷把自己的包打开，拿出点心，有面包，有鸡蛋，虽然他们也很饿，但是呢他们还是放到这儿让我分，那我就把这些吃的分给老人，分给孩子，他们也不吃，这一下弄得我还挺为难，也很感动。哎呀，那暴雨啊，
终于停了。哎，我就打开车窗这么一看，车窗外面全是洪水，这列车是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这全车旅客啊已经整整一天没吃饭了。哎，这会儿他又突然凭空多出300多人来，这大家就都在那儿犯嘀咕，你说这吃饭的问题他可咋整啊？这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再加上列车里边有这么多的妇女和孩子，他不能不吃饭吧，我们必须要找吃的。我想起在救灾民的时候，我看见水里泡了很多的白色口袋，很多装得满满登登的，我就往那个水里那么看，哎，这我看到了，应该是那个粮库里的那种口袋，这个应该是上游的那个粮站被冲坏了，冲下来了吧。哎，那我得赶紧组织人打捞啊，我就组织了几个军人还有一些乘客，他们也下来帮忙捞起来不少，有成口袋的花生还有白面。哎呦，这么好的东西可惜都让水泡了。可奇怪的是，面对成袋的花生，饿了一天的乘客们却没有人伸手去拿着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嘛。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千把口子的人挨饿吧。正当张敏元犯愁时，附近一个公社的书记来了，张敏元两眼顿时一亮。我就跟书记说，我说我们现在没吃的了，您得给我们批点粮食啊。书记说，哎，你们抢救出那么多粮食还不够啊。我说那您得说话呀，您不说话我们哪敢动呀。就这么着，书记啊批了我们16袋白面。白面有了，张敏元让程经理略奎带领部分乘客到五里之外还没有被洪水淹没的村子，组织大家烙饼。那提到在野外做饭，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可有经验了。就以军人为骨干，组织了大概有50个群众吧，我们成立了10个烙饼小组呢。我们就趟着水走到5公里外一个没有被水淹的村庄，大家就在那儿啊热火朝天的在那儿烙饼。这面呀拿水泡过，所以烙饼的时候都不用加水，可就是烙完之后它是黄色的，所以好多那个乘客就都问我了，哎，说这是苞米面的还是白面的呀？我说你就甭管，总之啊你们吃完之后都不缺钙。哎呀，那个饼烙的老大了，我还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大饼。哎，要是再有2根大葱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白菜猪肉炖粉条子呢？啊，吃的是有了，可喝的又怎么解决？那个农村的那些田头不都放着那个一个一个放着那种大水缸吗？我们呀就去弄了两个过来，给他在那刷干净了，然后呢大家就去了五里之外挑了很多水回来，把大水缸给填满了。我们那烧水炉啊要是没风呢它就不着，后来呀我就让乘务员们挨个换着班去扇风去，所以呢这水烧的也算是还快，烧好了之后再倒进另外一个大水壶里边，然后给乘客们喝，所以这水的事儿也就解决了。1959年7月22日夜晚，大雨慢慢停了，围困12次列车的洪水也开始回落，吃饱喝足的乘客们再也无法支撑疲倦的身体，沉沉睡去。1959年7月23日上午，失踪30多个小时的12次列车终于等来了搜救的飞机。飞机上扔下来40多包饼干，哎呦，这饼干上还粘着一层糖粒儿，这可是高级饼干，啊，这里边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高级饼干，慰问旅客”。我当时就知道，我们得救了。终于可以回家吃白菜猪肉炖粉条子了，还是回家好啊。对，还有大饼。哎呀，我们终于安全了，真好啊。不久，锦州铁路局派出去的救援小组也赶到了，他们走了整整一夜，还背着1000多个烧饼。至此，
失踪近30个小时的十二次列车最终得救，车上600多名旅客和乘务人员无一伤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1959年8月13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签署表彰命令，并颁发了铁道部一号奖状，把新中国诞生后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奖授予12次列车。列车长张敏元和他的同伴们被称为铁姑娘。此后，12次列车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小说、话剧和电影，家喻户晓，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记忆。56年前，张敏元和他的同事们被称为英雄。56年后，我们再回过头去发现，其实他们跟我们很多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英雄和普通人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答案是不是应该这样哈？其实吧，英雄原本就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就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他们因为责任、勇气、智慧和爱心能够挺身而出。而正是这种挺身而出，让人们铭刻在心里，牢记进脑海。即使时代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感谢各位的收看，绝壁往事，再见。伪造原子弹，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他说不能说。28年后，夫妻再次相聚时，邓稼先却因为一场突发核事故身患癌症。他身体里头的各项化验指标都很糟糕。邓稼先的身体遭到了一种剧毒放射性元素的污染。5张绝密照片为您揭开邓稼先隐匿28年的核弹秘密。